民国七十二三年，就那时候上人就是为了要盖医院，就把访视交给我们去看。然后因为早期个案都是上人自己去看过的，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上人还会特别叮咛说，对这块阿回地爱注意什么所在。那就从上人在做事里面发现说，很多事情不要因为他感觉是小小的，还是要很注意的去把它做好。您别来，谢谢。后来我去接独老这个区块，新来的师姐或师兄他们不太会去陪伴，我也会陪他们一起去。这个家庭很弱势哦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对于新个案的时候，你在谈的时候就不能去问人家说，哎，你们家有谁谁谁，这样好像调查户口哈，就是先从生活面啊。你家里一个大你好吧，什么什么，然后你这样子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跟你关系很好，他自然会告诉你他的情形。哎，过来，你无看到你哦。师姐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有，我都每次来都给他带一点点水果。一个人家，因为三姐婆伊无听去，爱用下。独老关怀已经二十二年，因为你希望讲每一个老人先拢会变好啊，那我就要把我所学的，我要好好的给后辈的师兄师姐学习。后来我就讲，我那真正老到做袂赢，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做得很好啊。再见，再见。